嗨，犀牛卡车，嗨，弗兰克象，你们好吗？你们今天想不想了解 NBA 篮球队的颜色呀？很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小伙伴们，你看，这是红色 ，red 代表骑士队。犀牛卡车，你会投篮吗？太棒了，犀牛卡车，你刚刚把 red 红色骑士队的篮球投进了篮筐。轮到你啦，弗兰克象。看 blue 蓝色的篮球，这是勇士队。没关系，弗兰克象 ，blue 蓝色勇士队没进球，但比赛还在继续呢。好了，犀牛卡车。将 green 绿色的球投进篮球框里吧。你刚刚把 green 绿色凯尔特人队的篮球投进了篮筐。又轮到你了，弗兰克象。purple 紫色的篮球，这是湖人队。做得好，弗兰克象，你刚刚把 purple 紫色湖人队的篮球投进了篮筐，就像 NBA 一样。你们今天学习了很多颜色，小朋友们再见。嗨，弗兰克象，你好吗？你今天想不想我们一起打保龄球和学习数字呢？很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那么，弗兰克象，我们来学习第一个数字，用你的铁铲推动保龄球，打得漂亮，弗兰克象，你推倒了 one 一个保龄球瓶。弗兰克象，你可以推倒 two 两个保龄球瓶吗？好，我们来吧。做得好，弗兰克象。下一个数字是 three 三，你可以推倒 three 三个保龄球瓶吗？太棒了。棒极了，弗兰克象。你可以推倒最后的 four 四个保龄球瓶吗？干得好，弗兰克象，你今天学了许多数字。我们来总结一下好吗？ one 一 two 二 three 三 four 四 five 五，小朋友们再见。嗨，公牛推土机，你好吗？公牛推土机是车辆和动物的合体，你知道它真正的样子吗？知道，一头牛和推土机。嗨，弗兰克象。弗兰克象是挖掘机和大象的合体。火鸡狗，你好有趣呀。你好，塔克鳄鱼。塔克鳄鱼是鳄鱼和运输带的合体。嗨，米格鹰。
米格鹰是老鹰和飞机的合体。嗨，长颈鹿吊车。长颈鹿吊车是吊车和长颈鹿的合体，做得不错哦，火炬狗。嗨，米特龟。米特龟是乌龟和消防车的合体。犀牛卡车，犀牛卡车是犀牛和自卸卡车的合体。真棒，火炬狗。嗨，库斯螃蟹。库斯螃蟹是车库老板助手和笨螃蟹的合体。做得好，小伙伴们，我们今天认识了很多交通工具，也认识了我们的朋友动物汽车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嗨，库斯螃蟹，你好吗？你今天想和我们一起学习字母吗？很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好了，库斯螃蟹，我们来学习第一个字母。找一个以字母 A 开头的物体，把它放在字母的前面。非常好，库斯螃蟹，苹果 Apple 以字母 A 开头。你瞧，那儿还有个字母。找一个以字母 B 开头的物体，把它放在字母的前面。非常好，库斯螃蟹，棒球 baseball 以字母 B 开头。那儿还有个字母呢。找一个以字母 C 开头的物体，把它放在字母的前面。真棒，胡萝卜 carrot 以字母 C 开头。做得好，库斯螃蟹，你今天学了很多字母哦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嗨，火炬狗，你好吗？你今天想和我们一起学习色彩吗？很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你看，米特龟是 yellow 黄色。你想学习别的颜色吗？这个颜色是 orange 橙色。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是什么颜色。这个颜色是 green 绿色。好的，下一个是什么颜色？这个颜色是 blue 蓝色。这个颜色是 purple紫色。真棒，你今天学到了很多颜色，我们来总结一下好吗？Yellow 黄色。Orange 橙色。Green 绿色。Blue 蓝色。
purple， 紫色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嗨，孩子们，你们好吗？你们今天想和我们一起学习形状吗？看，一颗星星，一个圆圈，一个三角形，一个菱形和一个正方形。库斯螃蟹和塔克鳄鱼站在一堆圆木旁边，非常好。现在我们来做一颗 star 星星的形状，把星星放在木板上的星洞里。做得好，我们来匹配 circle 圆形，非常好。我们来匹配 triangle 三角形，我们来匹配 rhombus 菱形，我们来匹配 square 正方形，真棒！你们今天学了很多形状，我们来总结一下好吗 ？Star 星形 ，Circle 圆形 ，Triangle 三角形 ，Rhombus 菱形。Square 正方形，小朋友们再见。